劉叔，咁你就已經係35年前入行啦。咁開初你係話係有一啲嘅朋友建議你，既然家鄉就有一啲茶，咁你就不如試下去做。咁但係開始做嘅時候，唔會話我做就即刻會有茶嚟我身邊，你都要自己去摸索噶嘛。咁你點樣可以接觸到呢個行業呢？我一生當中啊，最榮幸嘅係得到一個好朋友。咁佢有啲朋友啊，同我講係你要做邊個茶，邊個茶咁樣。我哋經過自己嘅分析考慮，咁樣參考，咁覺得有理有哦，咁樣就去學咯。我係1978年嚟香港嘅，帶住200萬嚟香港。所以而家變成咁樣嘅都好滿足啦。做茶呢，我有一個興趣，本身有一個興趣。而家唔知道錢嘅多少問題，而家只係有興趣。日頭我朝頭早好早起身，7點幾起身啊，一定要飲茶，一日飲到夜晚都得。好多朋友嚟經常嚟飲下茶啊。咁以前初呢，我喺大陸嗰陣時呢，連冇飲過咩茶，就係飲灌水嘅，對茶好敏感嘅，話唔著嘅咁樣。而家嚟到做呢行啊，咁樣生意上面啊，逼上梁山啦。啊，咁樣。咁你話之前係自己飲唔慣茶，咁你開始嘗試嘅時候，係咪要每日試好多唔同嘅茶種類去挑選？要啊，慢慢我喺大陸嗰陣時根本唔識普洱茶，綠茶啊，嗰個黑茶啊，根本有啲都唔識，白茶都冇接觸過。雖然喺福建，但係我哋嗰個冇接觸過白茶。所以慢慢的来到香港先来接触咗啊，福鼎白茶啊，云南个普洱啊，到湖南嘅黑茶啊，咁安化黑茶，所以慢慢去接触下，去实地去考察下啊，咁慢慢对呢个中国嘅绿带茶类啊，变成有啲更深的認識。咁即係其實係喺嚟到香港嘅時候，當年你喺當地已經係一個茶之鄉嘅時候，反而少接觸，而係嚟到香港咧就再加緊學習同認識，咁就了解咗中國嘅呢個綠帶茶。咁喺啲中國綠帶茶嘅之中，你係要係不斷去飲啊，定係其實你主力都係要去睇翻啲茶葉，去點樣去令你嘅知識更加之多？你講啲咁，呢個係問題。第一呢，我哋要針對自己嘅口感，一定要試茶。呢只茶試咗，今日試咗，唔得，聽日再試。咁試咗呢個口味啊、口感啊，適合我哋個一人飲咗好舒服，咁為準啊。我想補充少少，點解佢話茶要不斷咁樣試啦？咁因為頭先我哋都講好多，就係話茶嘅沖法究竟係點樣，同埋每個人嘅口味都唔同。沖茶有一個比較特別多少少，可能同飲咖啡、飲酒唔同嘅位置，就係咩咧？我哋一次茶唔係淨係沖一泡嘅，我哋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泡。咁我哋有啲時候見到朋友嘅時候，我哋未必一嚟就係要佢飲第一泡，我哋想俾最好一泡佢飲，可能會俾第二、第三泡。這個我們一定要試出來的，因為好像剛才我們有時候喝茶的時候，我們都會說開茶，可能就拿一些滾水滷一滷，過一過水這樣出來，之後第二第三泡才散到陣味出來。但是不同茶款呢，它好喝的那一泡或者味道比較特別的那一泡都很不同。就好像剛才我們說三普熟普來講，如果我們說三普的話，我們有時候要去到比較，有些人會比較喜歡第五泡以後那些，因為三普如果個年份不是太多的話，它都會比較少少似係綠茶咁嘅味道，會少比較犀利少少。但係就因為它本身好似綠茶咁嘅味道比較犀利，而它又可以維持到好耐。相反地，5、6、7爆茶嘅時候，大家都反而覺得好飲喎。咁作為一啲老師傅，咁以前做生意，咁呢啲一定要講得出噶。咁你冇得淨係同你講話啊，呢隻茶喺邊度嚟？呢隻茶喺邊度嚟？去到最後，其實最緊要都係我哋自己口味係點樣。咁所以去到後面第5、第6隻嘅時候，第5、第6泡嘅時候，師傅就同佢講：，第5、第6泡開始就幾好啦。咁但係呢一隻茶咧，可能第3、第4泡，
咁更加有啲唔同，可能就係話我哋茶量要落幾多啦，又或者我哋話水要幾多度啦。雖然都會有前輩教嘅，但係其實茶款咁多，又或者每年其實嘅茶，好似話今年嘅茶同埋上年嘅茶，係咪真係用同一種沖泡嘅方法呢？呢啲都要大家自己慢慢試出嚟先知道。所以就話千變萬化係真嘅。咁作為老師傅啦，咁如果今日有個朋友又好，有個客過嚟問佢話：，呢個茶點沖啊？咁都要講得出口。咁但係講得出口就唔係話上網啊或者睇書啊就知道嘅。有時候就真係要自己試出嚟，冇錯，實戰實戰出真知啊！真係要自己飲過你先知道嗰隻茶係咩味道。咁呢啲呃唔到人嘅。可唔可以請劉叔介紹下你身邊兩位年輕人咧？因為你就已經35年啦，咁呢兩位年輕人睇落就冇35年嘅經驗噶嘛，但係點解會同你一齊去一齊去做呢一個嘅孤芳茶園咧？呢啲我發現我個外甥啊，阿勇啊、阿童啊，佢哋對呢呢行啊有啲興趣。第我哋對每一個行業啦，最緊要、最重要嘅就係有興趣。咁佢我發現佢兩個啊資質好好。每我呢個茶室啊學茶，每個堅持咗好耐，所以呢個好難得嘅。而家再加上佢嘅資質唔算好好，你教佢稍微講下，佢就明白啊。我覺得啊，呢兩個啊，好好，而家年輕人啊，好好培養啊，不得了。係啫，我都係試出嚟嘅啫。其實最緊要都係，因為頭先都講啦，茶要試出嚟嘅。你冇話一次飲完之後，我就下次講得出呢隻係咩茶，好難做到。咁其實都好多謝劉叔啦。咁其實佢都俾好多機會我哋落嚟飲茶啦。我哋講啊講學茶啫，無非都係想免費飲下啲唔同茶。有時候佢真係喺箱底攞一啲出嚟，可能話五六十年代啊，又或者係一啲我哋聽都未聽過嘅嘢嘅時候，嗰種嘢係幾得意嘅。即係你簡單啲嚟講，就好似你今日入咗個倉咁樣，嗱呢個倉就好耐冇入過嚟㗎啦。咁你就不斷入面炒。咁有時抄呢隻出嚟，咦奇奇怪怪，唔得嘅喎，擺翻低。抄呢隻翻嚟會又 OK 喎，咁樣。咁我哋係抱住咁樣嘅心情嚟。咁學茶上面嚟講，其實劉叔一嚟咧，佢肯教啦，最緊要佢肯教啦，唔教嘅話講咩都冇用啦。咁我哋都真係中意傾偈嘅，因為飲茶其實對於我哋好似頭先講啦，星期六日會上嚟啊，或者平時啊，其實我哋就唔係淨係話飲茶咁簡單，有時都好中意傾下偈、吹下水。咁就好似佢鄉下咁樣啦，我哋成日講以茶代禮，以茶代禮，一日。入到嚟坐低，咩都冇講，飲杯茶先。咁之後就開始慢慢吹水。咁就除咗同劉叔之外，同我似同公公咁，我公公咧就因為我屋企最細嗰個嘅，咁佢成日都叫我有客人過嚟就沖茶啦，你沖啦咁樣。咁開心嘅位就係好得意，就係我哋會成日聽到啲老人家傾偈，例如聽到我公公點樣追我阿婆啦。嗰啲位其實係好得意嘅，即係一嚟我哋成日會講話茶即係一種飲品，又點又成。咁但係更加多有時候係啲前輩同埋後生之間啲關係。咁而我呢個人阿童又好中意同啲老人家吹水，因為佢哋個世界同我哋世界好唔同啊嘛。佢哋經歷嗰段時間同我哋經歷嗰段時間真係好唔同。咁茶有時候佢哋老人家都會同我講話，沖一杯茶就會知道你呢一排個人個心情係點樣嘅。點解咁講咧？佢會話。呢一杯茶，你今日沖同尋日沖唔同味喎，會唔會今日點解會澀咗嘅？點解今日啲水温好似唔同咗嘅？我哋雖然有時候話茶葉沖泡係需要時間咁樣坐低慢慢沖，咁佢中間每個過程，你可以話嚴謹，你都可以按照你自己想做嘅方式咁樣做，但係唔可以否認嘅就係話你最後沖出嚟嗰杯茶咧，係會因為你嘅浸咗幾耐啦，落咗幾多茶啦，或者個茶種啦嘅分別而好大。咁如果你今日嘅茶葉明顯澀過尋日，即可能話有少少心不在焉喎。你冇留意。係你冇留意時間喎。咁一嚟有可能唔耐煩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唔耐煩嘅話，有時啲老人家就覺得點啊，搞咩啊，咩事啊咁樣。咁呢啲係老人家一啲智慧嚟嘅。咁當然細個嘅時候，我主要係嚟自唔耐煩啦。咁但係有時候飲得多或者同朋友一齊飲茶嘅時候，可能一層大家都可以飲茶，就係我哋會邊沖邊傾偈。咁有時候你都試下飲下，睇我今日心情如何啦咁樣。咁所以都係好難得嘅。你見到呢啲
好值錢噶嘛。你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其實好值錢嚟噶嘛。咁對好多時間先至可以賺到咁多。係啦，即係好多嘢其實我哋成日講，好似話五十年前或者話好似個野餐鋪你咁，我哋話二三十年咁樣，嗰啲飲完冇噶啦。因為二三十年之前的茶，你是不會種得回來的嘛，沒有時光機，是的，還是野生的，你都沒有一個很 standard 的 format 跟人說怎樣種出來的批，有時候真的喝完就沒有了，這些都是喝了就沒有了樣。所以流蘇的感覺我們可以有時候會想去學茶，當然我們身上學到更加多很多了，但是我們自己年輕有時候更加多是像剛才那種尋寶的感覺，還有聽老人家講下過去的故事，其實都挺有趣，所以就令到我就平時都很喜意上嚟，得閒就揾林叔飲下茶，同阿彤一起過嚟飲下茶咁樣。咁就到此止，我覺得都可以俾大家都試下啦。如果大家對於茶嘅感覺係更加有時候都可能局限於你平時飲開嗰幾隻，或者係市面上比較多嗰幾隻嘅時候，你不如試下，試下上面陣味可能會揾到你自己中意嘅茶。咁而又唔係話真係要需要好貴又點樣成，其實係好平民嘅茶葉，只不過係我哋接觸得唔夠多。如果你找到自己喜歡喝那杯茶的時候，其實每日一杯真的不過分這樣。如果在喝茶這方面呢，即可能是因為有個地方我們可以 去慢慢泡慢慢去試，但是如果你說給年輕人去入手的時候，你會有什麼建議呢？對於年輕人入手的話，其實我覺得現今其實很多茶包那些都會有在那裡，但是茶包有時候我們都會見到比較公式化，你可能去到比較大型的超市，你見得多的都可能是普洱、鐵觀音、香片這一種，但其實它只不過是一種種類，究竟是什麼款的鐵觀音呢？什麼款的香片呢？什麼款的普洱呢？而我們只不過是幫人走多一步進去。當然我知道可能年輕人都會比較急一點，或者不是太想坐在那裡慢慢沖，但是這些茶包其實它的味道呢，可能我們會落的份量比較少一點，你都不需要多次沖泡，你可能浸住，但已經可以喝到一些不同的味道出來，其實我們覺得可以試一下咯。還有我們將來都會想過出冷泡茶的，我們都明白香港的夏天，你看我剛才流汗流成這樣都知道什麼了啦，所以呢我們都會想著出一些是都可以講到一些是烏龍的冷泡，但是呢這個烏龍的冷泡呢，它那種甜味有少少不同的，它有少少奶香味的甜味，是的。究竟怎樣可以從一杯茶沖到有奶味呢？但我們不是落奶，即是純沖茶沖到有奶味呢，我們都希望將來都可以一起試一下。